三娃挡住了妖怪，我们才能回家。可穿山甲为了救我们，他都是我不好。
连累了穿山甲兄弟。爷爷，阿哥，你们别伤心了，别伤心了。那三哥呢？妖精诡计多端，恐怕三娃又要吃亏了。爷爷放心，三弟天生一副钢筋铁骨，一定会把妖精打得落花流水。嗯。哎，三弟正在查妖洞门呢。哎哎哎哎，啊，你还不知道这刚柔阴阳剑的厉害呢。好，